绿营跟独派人嗤之以鼻，谁要啊？好，坐高铁从北京到台湾是一厢情愿哦，说人家一厢情愿，将来立刻大陆高铁现在就让你高攀不起，为什么？1月2号，中国铁路总公司2018年铁路工作目标，投产新线4000公里，高铁3500公里，并且定下2020、2025的目标。注意哦，人家的目标都是一定做得到。2020年，铁路动车组量达到3800标准组。2025年，铁路网规模到17.5万公里，而高铁3.8万公里。大陆的高铁是他做了第一条之后，他就拥有技术，还有拥有很多专利。他有高速铁路、高原铁路、高寒铁路，因为有那种零下30度的地方，还有铁路，然后重载铁路，技术世界领先。然后他打造磁浮列车，好，他到全世界到处盖高铁，他不止在大陆本土，吉武铁路、泛亚铁路、印尼高铁、非洲铁路、美国西部快线高铁、两洋铁路、匈塞铁路、高铁沙国。